大家好，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。说到手机呀，我相信现在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台，甚至多的两台、三台的都有。可是啊，最近有很多粉丝和网友问我，手机平时放在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正面放，像这样，还是反面放比较好？今天的话呢，我就跟大家来做一个专业的分析，到底手机是正面放好还是反面放好？首先，第一点，要是正面放的话，我们的手机放的时间长了，就会有很多的灰尘在上面。当灰尘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用东西来掏上面的摄像头或者听筒，看到没有？就很会造成手机很容易损伤。好，第二点呢？平时我们在上网打字的时候，也喜欢把手机放在旁边，万一别人发信息过来或者什么，好方便看到，对吗？可是你正面放的话呢，有时候喝饮料啊，或者在家里面小孩调皮的玩一些玩具，譬如恐龙啊，或者什么硬的东西抛来抛去，一旦水或者饮料或者杂物砸上来，手机屏面上的这个。那个镜片是非常的容易坏掉的，这是第二点。还有第三点，就是我们的手机的话，如果经常正面放，大家可要千万注意了。看到没有？后面的摄像头呢是凸出来的。要是我们经常这样放，就会容易导致这个摄像头的镜片被刮花。所以啊，通过这三点的话。我总结出来，手机是反面放是非常安全的。你学到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要是大家觉得有用，就赶紧分享给你的亲人和朋友。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。